Je viens de compter. Oui, ben. J'ai pas lu sur les morts du mât. Hein? Tu suis quoi? Tu suis dit, c'est chez le bras, moi. Tu suis dit, c'est chez le bras, moi. Allez. Ça, c'est la lune sur le mât. Je viens de compter. Oui, ben. Tu suis allé sur les morts du mât. Tu suis quoi? Tu suis dit, c'est chez le bras, moi. Tu suis dit, c'est chez le bras, moi.那是谁？那是谁？小 Q 宝，那是谁？那是谁？小 Q 宝，那是谁？什么声音？啊，那是谁？说要带你出门，你跟我说我没有要带你出去啦，你可以自己在家照顾自己啊。我怎么照顾自己？你没办法吗？我怎么照顾自己？你几岁了？我才四岁。四岁没办法照顾自己吗？一个人在家里的，我怎么一个人自己在家？我知道你没办法啊，但是你为什么要问我？为什么你还要问我可不可以？好了好了好了，那我跟你道歉吧。你刚跟我，我说要带你出门，你跟我，说我没有要带你出去啦，你可以自己在家照顾自己啊。我怎么照顾自己？你没办法吗？我怎么照顾自己？你几岁了？我才四岁。四岁没办法照顾自己吗？一个人在家里。可以吧？应该可以啊，不然你试试看啦、啊。我先出门了。我们都出门吗？
两个出门了，我爸一个人在自己家，好，我跟阿妈一起出门，好，一个人自己在自己家，可以吗？可以吗？自己照顾啊，自己照顾你自己啊，我想试试看。我可以啊，我可以啊，那、啊、你行吗？自己试看啊。我自己可以啊。你试看啊。但是你可以吗？我先看，这个可不可以啊？我可以。好啊。我也要啊，我也要去啊。好，那妈妈我们出门，她不要去。我不是，是因为你恨我，我才没有带你出门的。啊，我怎么一个人自己在家？我知道你没办法啊，但是你为什么要恨我？你怎么连爱我，我怎么可以？你知道我怎么连爱我吗？你真的没办法吗？我以为你长大了，你可以啊。啊，我怎么一个人自己在家？好了好了好了，那我跟你道歉吧。我不要讲了。啊，不要讲了。这是我的手机哎、欸，你手机我跟了。好，那我跟你道歉可以吗？我不想原谅。你原谅我了，拜托啦。不要，你已经做很多次了。好，那你不用自己在家，我们一起出门好不好？不要了，我需要你今天要打给阿爸了。你可以这样吗？可以这样吗？不行这样。不可以乱掀别人的衣服。手比出来，来，手比出来。不行，不行。好，那陈德，我问你啊、哦，今天有一个很漂亮的姐姐，跟你说，你看，你可以给我看你的屁股吗？很漂亮的姐姐哦，你可以给我看你的屁股吗？可以吗？啊？可以吗？可以随便给人家看屁股吗 ？No No， 对 No No， 就算她很漂亮也不行啊！不行，跟你说不行。手提出来。你再来，我就叫警察把你抓走啊！不要，不行，不行。背景对不对？你想害爸爸被警察抓走？你可以这样吗？可以这样吗？可以啊。不行，对不对？不行这样。你说我们不可以乱掀别人的衣服。对，你要这样。手比出来。来，手比出来。不行，不行。好，那陈晨，我问你哦，今天有一个很漂亮的姐姐，跟你说，陈晨，你可以给我看你的屁股吗？很漂亮的姐姐哦，你可以给我看你的屁股吗？可以吗？啊？可以吗？可以随便给人家看屁股吗 ？No No， 对 No No， 就算她很漂亮也不行啊。不行。跟你说不行，手提出来。你再来，我就叫警察把你抓走啊！姐姐，我来抓走喽。你手都提出来，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对不对？但是就不可以这样子乱用人家，不可以乱摸人家的身体，对不对？你摸一下妈妈，你想害爸爸被警察抓走，是吗？好。